节目的继续呢，要我们来欢迎到的这一位啊，哇哦，那是什么广东歌王啊？是因为牛车水这个活动中心的关系嘛，哈，是，所以我们就请到大部分的歌手呢，带来是广东歌曲。那我们先请他出来，先访问他几句哈。好，我们欢迎曾永恒，欢迎 Jason，Hello， 斌哥。你好，你好，大佬，大家好，你好啊，你好啊。来，先跟我们线上的朋友啊问好。咩线上啊？线上啊。哦，线上与线上的朋友啊，即系大家啊晚上好啊，线上嘅朋友喺度收睇嘅朋友，同埋牛车水。樂齡活動中心啊，係啊，牛車水。咁因為我同牛車水都好有緣分㗎，我自細都喺牛車水，係我屬牛嘅。啊，我第一我屬牛啦，第二我喺水嚇，又開車。牛唔飲水唔撳得牛頭低嘅。咁我由細都係喺牛車水長大。賣你火啦，賣你火。咩？賣你火，牛車水賣你火。什麼賣你火？賣年貨啊！賣年貨，哎呀！賣年貨，賣年貨，係啦，所以我自細都喺牛車水大嘅，所以大家好啦平安同埋健康最緊要嘅，係最緊要，因為 Jason 就係過去健康出咗些少問題，係嘛？唔係些少，而家係好有問題。我唔得咁講啊嘛，係嘛？好啦，不過而家都慢慢好翻曬啦，即係係啦，阿斌哥又喺舊年又。幫了我很多啦，幫唔埋，冇幾多啦嚇。你而家仲爭幾多？又要再幫啊？呀，有幾多我都有噶嚇。真係，係啦，最緊要，真係大家要開心啊，開開心心。喺呢個而家仲係疫情啦，所以嗱，唔好睇我哋除口罩啊，所以唱歌係有咁樣，因為唱歌要除口罩嘅，點樣？啊，即係如果你冇做嘢嗰陣咧，就要戴口罩。戴口罩。所以我相信呢，我們曾永恒來參加我們一心一意哈，也是第二次了，對不對哈？第二次。那相信你的這個感受會更加的感觸非常多，對不對？對，真的，我這個上一次也是一心一意，對，這一次也是，是都是一心一意嘛，都是有三心兩意的嘛。你有看过我们放三心两意，一心一意就好了。对。所以今天呢，也不外乎要带来的很多首这个广东歌要给大家听，对不对？是指定要指定啊，是大会指定要唱港剧。哦，对，港剧不一样。港剧广东话剧啊，港剧。港剧。港剧啊。剧。剧。港剧。港剧。哎。我李琼的时阵，我还没有出世啊。还没出生，还没出生。出生入死啊！你唱广东歌嗰阵，佢未出世。系。所以而且在牛车水以前呢，因为都是很喜欢看广东的那些电视剧嘛。我知道广东剧，我知道有一首歌《今生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》。今生我独行。特別相信，對不對？含啊，自己含。楚留翁，你一個人含咩？獨含。OK， 好啦，你唔好講廣東話。好。哇，講到我抽筋咁。唔係，我廣東話進步好多咯。係啊。以前啊嚟新加坡一句都唔會講啊，而家講幾多句喎？呀，你講幾多句啊？嗰個字啦。你一句唔識啊，我哋冇咁字啦。我唔知道咧，我講十句我要。講頭一句嗬，大家就笑都笑咯，就笑咯，就笑了。笑。啊，對。OK 啦。笑咯。好啦，你唱嚟，你唱歌嚇。係啦，唱歌好啦，送俾線上嘅朋友，同埋送俾所有中意聽廣東歌嘅朋友，尤其是喺港劇啦。以前咧港劇咧有好多，我尤其是接下落嚟，我安排呢啲歌咧，都係對我嚟講喺人生好多充滿咗意義嘅。哦，對我來講啊，這三首港劇的歌都是在我人生裡面。你唔用講我解釋，我聽得懂。你聽得明啊？我先聽。你第一首從咩歌名啊？我第一首啊。我幫你介紹。你用廣東話。你講華語咯。啊 ，OK， 這首歌對我很有意義呢。這首歌對我好有意義。因為呢，這首歌是我母親相當喜歡的一首歌。啊，因為這首歌係我母親啊，好重要的一首歌。因为他很喜欢，因为他好食粉，喜欢啊，好食饭啊，边个食饭啊？那么因为他人在疗养院啊，
在哪里？疗养院。这个不能，我不可以乱讲哎。对对对，我要正经一点啊。因为妈妈在疗养院啊。广东话。妈妈在疗养院。疗养院知道。所以呢，我想借着这个机会祝福大家，珍惜身边的人。哦，要祝福大家珍惜身边的人。嗯。所以这首歌歌名叫《亲情》。哦，这首歌歌名叫做《亲情》。哇，一句准啊！最后两句终于对了。一句准哦，亲情。让我们一起来听郑容恒带来的歌曲《亲情》。其实斌哥都识唱呢首歌噶。系系系，又唔系听你唱啊？你唱得好。